今天玩的怎么样？今天要买一个冰的东西，太热了。那有一个 Burger King 买一个冰淇淋嘛，还是个饮料？是。嗯。他就忘记拿了吗？哈哈我的袜子不用装。这不有袋子吗？他又拿了一个袋子。没关系，我的袜子。好吧，我请你吃饭，刘妹儿，去吃什么？他想吃。厉害。他想吃 Burger King。那走吗？买一些，我去给你买，我去给你买。他睡得不远了，怎么？哦，还有啊。嗯。嗨，Roman，你觉得中成都好不好啊？我看到有 Burger King 的嘛，Roman。